您有没有想过，如果咱们这个实验成功了，能把您传送回去，您最想回到什么时候？我们的研究其实是通过粒子传送器把研究对象分解成粒子，传送回另外一个平行世界。 Choi Hu, understanding that you want to continue with this project?妈妈答应你今天早点回家，然后陪你看漫画书。等等，妈妈，想救回你儿子吗？他还有机会。小蝶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豆豆现在有危险，把数据拿过来。数据模块已经被人拿走了。谁干的？是夏天。豆豆还是会死。你是谁？我就是你。在这个世界里，我们只能有一个存在。